节是体育课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下节课上语文，默写课文。老师，你别骗人了，我们给体育老师请了最好的护理团队。快给老师检查身体，各项指标正常，体育老师根本不可能生病。居然还有这种待遇啊！刚接到电话，体育老师路上遇到劫匪，来不了了。劫匪而已，我们早就给体育老师安排了保镖，区区劫匪分分钟解决。其中一个劫匪可是天下第一刺客巨灵王，替你的生命倒数。我们安排的保镖可是斗战胜佛孙悟空，俺老孙来也！打绿灵王那不是有手就行？体育老师在校门口被 UFO 抓走了，这下你们没办法了吧？乖乖上语文课吧。老师，你相信光吗？嗯，是。迪迦眼神石，这一群学生也太拼了吧！同学们，操场集合，上体育课了。